因为我今天有事情要来到这位印度朋友的工作室啊，然后当然我也邀请他来我们的小秀，因为他们大公司他自己是不会，不过他们有些员工他可能派两个员工来参加我们这个秀，对对对，因为他们是很大的工厂，不过既然呢说他有幸他有空他们也会来参加的，所以就是一个玩玩的盛世嘛，对对对，他说他可能叫他 uncle 过来参展，7月27跟28法拉盛汤号，这个 Emlo 梁卡拉71钻石 14K 这一些就3500，因为他们是大工厂，又有很多货才可以做到这些3500，那这个是 matching 的matching earring 3500，耳环戒指也是3500，你看到这个就3500，就我觉得肥嘟嘟，哇，胖胖的挺好的，肥嘟嘟哦。OPPO 16卡拉，胖胖的，3500。你看这个是钻石 ，Ruby 来 ，Emperor，Ruby 来就是碧玺，这个是3500，碧玺跟这个 beautiful， 然后这个是碧玺的耳环 ，Tourmaline 5卡拉多，对，所以他们是很有可能来参加我们27、28号的秀 ，OK， 互相互动一下嘛。对，所以大家有兴趣的朋友就有兴趣参展也来玩玩，一张 table 才100块，只是玩玩，对对对对，哎，这个也是 tourmaline 很好的，tourmaline 5卡拉26，这个挺好的，也是3500，你看很有光彩，再来这个就是4500了。Tourmaline 37卡拉，钻石1卡拉24，4500。他明天 ，You going back to India tomorrow?、Yeah. When are you coming back? October. October. Wow. Miami. Oh, Miami. October. Okay. What day October? October. I come last week of September. Oh, okay. So okay. First week of October. Okay, okay, okay. Good. Okay, Miami. 所以他们就大秀。回去印度要做要生产东西，然后再来他的 uncle 在这里。OPPO 20卡拉 ，Ruby 1卡拉67，佛彩非常好，这个4000，我都挑佛彩比较好的，这个也是 Capuchin 的这个 Emerald 是8卡拉3钻石。那这个 Emerald 看上去一点都不大的，可是因为它 Capuchin 素面的它就很重的 OK， 可是你看上去是不大的，可是它量起来就有那么大，4500。那 OPPO 这个设计都非常好，4500。1卡拉43，12卡拉这个 OPPO Sapphire 3卡拉06，那这个也很有设计感了啊，4500。Diamond 1卡拉18 ，Tencent Light 跟 Morgan Light 4500，哇，这个很那个了。他说现在所有的宝石都涨了很多，供不应求。这个4500。Ruby 12卡拉 ，Diamond 14K Gold， 4500。现在像样的都要过4000了，所以就是那这个也是4500。16卡拉 ，Tourmaline 14K， 那你看。
看，有些非常漂亮，蓝色的 Tourmaline。然后这个就4900，这个之前卖过一条14卡拉，钻石75分，4900。现在像样的都是要这个价钱 ，OK， 所以就是1-2000买不到，闪链的，4900。然后这个就5500了，5500。OPPO 21卡拉，钻石2卡拉40。这个光彩都非常好，彩头非常好。钻石1卡拉83 ，Emerald 2卡拉多 ，Ruby 来10卡拉多，5500。光彩火头都很好的，这现在没有什么灯光。5500，Emerald 6卡拉5，钻石1卡拉4，小的 Emerald， 这个款式我们一直都卖得很好，5500。钻石99，哦，这个 blue zircon is a rhino very expensive. Yes, Cambodia natural zircon. 哦 ，OK, Cambodia, Cambodia, 哇 ，very expensive, very popular. 嗯，13卡拉 blue zircon， 这个就5800 blue zircon。The one more, okay. Let me go. Ah, 这个就7500了，哇，顶级的 Morganite， 新做的哦，昆彩不是 Morganite， 39卡拉，昆彩7500，红非常红艳的。然后这个 Tourmaline 7卡拉5 Ruby Light Tried 火光非常好的7500，这个也是7500，哇 Big Piece Big Rock Diamond Cut 昆彩54卡拉8500，哇 Big Piece Big Rock。然后这个 Indigo 来，这个就8800，13卡拉 Indigo 来，这个是碧玺里面现在超级贵的，当然碧玺里面目前就是很贵的有几种，帕拉一把。Indigolite 这个8800，好的，但有兴趣的朋友们请订阅频道加微信啊。对，我是想邀请他们过来，7月27号过来。So you going to come July 27 and 28? Send your uncle, okay? Yeah. I know you going to India, right? Yeah. But your uncle, 那他们就是说，那这个 okay, let me, 那 my cousin, I have customer interesting in here, so 我今天再来挑一些，因为。上次哎呀，我们有一个客人就买了20几个，所以现在叫他搞点特价。好好好，谢谢大家，谢谢。